林木种子苗的培育，首先要确保具有活力的种子数量以供育苗，所以必须将采到的种子给予适当的处理和储存，以节省年年采种的费用和调节欠年的种子供应量，提高育苗的成效。由于各种林木种子的储存方法不尽相同，错误的储存方法将造成种子与金钱的浪费。只有确实了解种子的储存诀窍，才能有效地保存与利用种子。林木种子储存的诀窍在于含水率和温度的控制，所以将采回的新鲜种子取样进行含水率检测。种子的储存性质依照新鲜种子的含水率多寡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为正雏形，又称为干雏形。新鲜种子的含水率若低于 20% 即为干雏形种子。第二类为异雏形，又称为湿雏形。新鲜种子的含水率若大于 36% 即为湿雏形种子。第三类为中间型，新鲜种子的含水率若介于 20% 至 36% 之间即为中间型种子。此类型既可以使用干储方式，也可以使用湿储方式。本片将呈现如何储存这三类的种子，进而延长种子寿命。一、干储型种子储存法。在台湾，干储型的种子包括针叶树中的松科、山科和柏科等种子，以及阔叶树中的光蜡树、乌心石、台湾赤杨、枫香、台湾栾树、茄冬、黄连木、流苏树、木荷、大头茶、台湾黄柏、豆科及大部分英属树种的种子。干储型种子在储存时含水率必须降至 5% 左右，一旦完成干燥，种子即可长期保存在摄氏零度以下。储存时采用的器材有风选机或电风扇、水或低比重的溶剂、烘箱、储存容器与冰箱等。风选机或电风扇。干储型的种子如松科、山科、柏科的种子，采收后经常发现许多空粒种子，想要将实粒种子和空粒种子分开，可以利用风选机将较重的实粒种子筛选出来。如果没有风选机，也可以用电风扇吹种子的方式将实粒种子筛选出来。水或低比重的溶剂，多数阔叶树的种子可以借由泡水的方式将沉入水中的实粒种子与浮在水面的空粒种子分开。然而对于某些阔叶树的种子，例如榉木与木荷，因为它们的实粒种子与空粒种子重量接近且差异不大，无法利用风选和水选的方法加以筛选。此时可以考虑采用雾丸或戟丸等低比重的溶剂进行筛选，但这些溶剂因为有毒性，使用时必须在抽气柜内操作以测安全。烘箱，种子干燥时采用配有循环式风扇和排气孔的烘箱，并以摄氏30度的温度进行烘干，以降低种子含水率。当天气干燥时，因为相对湿度较低，
亦可采用阴干的方式降低种子含水率，或使用电风扇为辅助，以加速干燥。储存容器，干储型的种子干燥后应储存在密闭的容器内，如密闭的玻璃罐、塑胶罐等，或有封口不透气的铝箔袋内，以免受潮。冰箱，干储型的种子干燥密封后可以放入冰箱，以摄氏5度至零下20度的低温储存。操作流程示范：以针叶树松科、山科、柏科等成熟球果的种子为例，先将球果摊平，使其阴干。待球果开裂后，轻敲翻动，使种子脱落。再将种子脱翅，以免占用储存空间。脱翅后的种子，用风旋法去除空粒种子和杂质。所选出的实粒种子，以烘箱或阴干法进行降低含水率的干燥程序后，取样进行含水率检测。一旦确认种子含水率已达 5%， 即可停止干燥程序，将种子置于密闭的容器中，放入摄氏5度至零下20度的冰箱中储存。储存温度则是储存时间长短或育苗需要而定。二、湿储型种子储存法。湿储型种子在台湾相当普遍，包括蝌蚪科和大部分樟科的种子皆是。这类种子不能直接干燥保存，必须经过保湿处理，然后存放于摄氏0度至5度的低温中。水台是储存这类种子最好的帮手。使用前，先将干燥的水台泡水超过一小时，然后挤压水台，让水流掉。湿水台再经过泡水挤压，重复两次，并减去水台内的杂质。泡水挤压后的湿水台含水率约在 75% 到 80% 之间。之后，将干净的湿水台用剪刀剪碎，或用绞肉机切碎，即可放入附有盖子的塑胶桶内备用。种子储存的容器则可以使用有封口的塑胶袋。操作流程示范：以蝌蚪科或樟科的种子为例，樟科果实因为有果肉，需要先将果肉清除干净，以免种子发霉。清理后的种子经过半天的阴干才能进行储存。由于湿储型的种子需要空气进行呼吸作用，所以储存时先将种子与湿水台放入有封口的塑胶袋内，使其充分混合，并使种子与湿水台两者共同占有袋子的一半空间，以便袋内保有足够的空气。如果装填过满，占据整个封口袋的空间，以致空气太少，将会影响种子品质。袋子封口后，放入摄氏5度的冰箱湿藏，并需注意每个月打开袋口一次，以交换新鲜空气。在台湾，除了少数分布在恒春半岛的热带树种种子，如大叶山榄、象牙树、毛柿、银叶树、椰子等，无法储存在摄氏5度的低温外，大部分本土的湿储型种子皆可混合湿介质，层基储存在摄氏5度的低温下，并可依照树种之不同，储存长达两个月至两年不等。三、中间型种子储存法。中间型种子可以利用上述干储型或湿储型的方法进行储存。在台湾，中间型种子有虎皮楠、
樟树、香桂、土肉桂、榉木、姜某、大叶吊樟、小芽西木姜子等。如果采用干除的方法，先要将种子的含水率降至 5% 至 10%， 才可以放入摄氏5度的冰箱中冷藏保存，但不可以放在摄氏零下20度中冷冻，以免损及种子活力。如果采用湿除的方法，可以在种子与湿水台混合之后，储存在摄氏5度的冰箱中。中间型种子的储存时间通常以湿除法比干除法更能持久，但仍以不超过一年为原则。了解不同种子的储存特性，并使用正确的储存方法，才可以延长种子的寿命，达到种子保存的目的。对于种子含水率测定和储存方法，如果有任何问题，欢迎来信林业试验所洽询。